来加油哦，先写出来的加两分，后写出来的加一分，没写出来的没有分。哎，好，你写出来的可以举手跟老师讲一下，老师看一下你的答案对不对啊？好，是第几？你是第几？还没啊？朋友题目有两个人写哈，看谁写比较快。好的，好，好的，你是16/2，对不对？19题已经写出来了，我们要先看19题。好，来，同学，请先看19题，来看这边。老师，直接转这边，然后调整，可以调整。对，好。题目说，一副扑克牌52张，从中取5张，为胡的几率。然后它样本空间是52张取5张。然后如果要从1到 K 13张取1张，然后三个一样的 C 4取3，然后另外三个顶数选一个顶数，另外是一个已经被选走了，然后剩12种，他再从12种选1种，然后4张取2张，然后相乘乘出来。好，再讲一次，那个 C 13取1开始重写，就是一张扑克牌有13种数字，从13种取1种，取1种之后会有4种花色，再从4种花色取3张，然后取完1种之后剩12种，再从12种取1种，然后4种花色取2种花色，然后相乘，对，52×72，然后52×72再除以 C 52×5。好，算出来就是4165/6。好，掌声鼓励，非常好。好，第五题。好，第五题。好，怎么写啊？第五题是求个数。哦，对对对，求个数。看一下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要看第五题哦。对。对对，好，来，请看第五题，同学，请看第五题。等一下。题目说，
带多有10个白球，然后有若干个黑球，然后金球带多取两球，五支质量球都是白球的几率为0.375，则带多有几个黑球。轮射有 X 个黑球，然后要在全部里面取两个白球，几率是 C10 加 X 取两个分之金石球，会等于1000分之37，然后就会知道说二阶，然后10+X-2阶分之10+X阶，40会等于3/8，然后再就会等于然后经过约分之后会等于 x 平方加19x+90=210，然后 x+19x-150等于零，然后就知道 x 等于零。好，另外一个负的部分。来，掌声鼓励，非常好。好，来两分。来，我们看16题第二排。好，可以了。哎，摄影师有转过去。好，开始。题目说，值三粒公正的骰子出现最大点为5，最小点数为2的几率为多少？所以这三个骰子里面一定要有2跟5，然后。所以出现会有225或235或255，那这边的三阶乘以二是235跟245，然后加上三阶乘以二阶再乘以二，因为要除以二阶是225跟255这一组，因为它没有两个重复，然后所以要除以二阶，然后它的分母是6/34，因为它值三粒公正的骰子。拿出来答案就是12/1。好，非常好，掌声鼓励。好，这两分。好，是不是都每一题都有讲过了？好，那其他有写出来了吗？没有。第五题写出来了。第五题有讲了吗？讲了。好，那都讲了，那我们就先到这边。好，同学下课。好。好，那这边有算出来的，这个答案，这个答案也是对的啦，因为还没有算出来啊，所以这个加一分好不好？这个也是对的，也是加一分。好，那这个是加两分。这个就是刚才的加两分。然后这个是加两分。好。